样子，这样子，我们就是有一套试卷，你先来看答一答这个试卷，好不好？我们就知道你这个单身的原因了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题。你独身去普通异性朋友家做客，哪些行为会给人家留下好印象，同时又不会越界惹你的女朋友生气呢？前提是我有女朋友。对对对对对。那我为什么还要去异性的家里？满分答案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，不去。来，第二题，女朋友包虾的时候油滴到了你新买的衣服上，你会如何回答？我们先问路虎。首先这个题出的有问题，你为什么要让女孩帮男孩包虾呢？对啊，好会啊。太会了吧。也是远哥想回答的对吗？那当然，我怎么可能让我女朋友包虾，说什么呢。来，第三个问题， ABC 哪个是空气刘海？我选 B。 路虎觉得呢？你看，首先宇宙一姐的是鼓风机的那种感觉，杜华姐的是也是有气的感觉，但是它是气嘟嘟，我觉得是 C 吧。请看正确答案 B。 来，我们看下一题，以下物品的名称是什么？口香糖、樟脑球、樟脑丸吧。看得好好吃啊。Justin， 你觉得是什么？这就是那种糖，就外面是裹一层那种酸酸的粉的，然后吃进酸酸的，然后后面又变甜的那种糖，是不是？对对对对对。那你觉得是糖？我觉得跟 Justin 一样的糖。对，糖。好，路虎觉得？那我直接来公布正确答案吧。你知道是吧？肯定是没有错的。好，因为 Justin 刚才你再把你那句话说一遍。糖嘛，酸酸的糖。那整句话刚才说的是什么？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酸酸的糖，吃进去酸酸的，外面裹着一层甜甜的糖。不对，你刚才说的是甜甜的粉。对，它是散粉。啊，对，是我们女生用的那个定妆粉。不对吧，散粉应该是粉啊。那个它是拿刷子这样子粘那个小球球，然后在脸上扑扑扑。脸上不会各种五颜六色？不会不会。从以上的这些题目来看，我觉得远哥啊，情商恋商是在线的，所以都是达标的，那就证明一点，你的缘分还没到。